朝阳南矿。太近了，还拉远点。你以为我这是定焦？你以为能要拉就能拉、啊？不是啊，我说你脚有点痛。现在还在录影呢、欸。哦，是哦。你看，解决收工。OK。哦，飞走飞走，有录到就好，有录到就好。哦，好玩哦，好玩哦。好像也不太会飞。打泡掉了。看完。出来出来。爬上去，他又爬下来，靠！好玩哈、哦。你看出来？你看那个母的在拔毛了，旁边都有毛，飞过去了。哇！哇！毛飞起来了。其实拍这边好像比较好。毛飞起来了，飞又飞过来了。嗯。它有飞起来吗？没有啦，不是啦，是哪一只？不是另外一只，哪一只来着？这边是他的仓库，你有看到吗？这个岩洞那是他。哎呀，真的，这是那一只，那蓝色的，这就是我刚才问你的那个什么第八张的那一个颜色。对对对，你看正好他手指到的那一张。嗯，哇，这是属于《神雕侠侣》里的雕，就这个雕啊？应该不是。应该不是啊？怎么为什么？《神雕侠侣》那雕应该是更大只的吧？哇，展示出来了，很漂亮耶。这个算小鸟还是大鸟啊？就是雏鸟，对，它不到一个月，所以年纪比较稍微比较大，长得比较大一点。这一只因为底下这一只目前太这只，它比较不会飞。嗯，它刚才都飞到这边。对对，它你看它飞过去抓山壁抓不稳，没有，它没有那么厉害，所以它应该是第二，一般他们叫二宝。哦，你现在在录影吗？对对对。你刚才会录到也有一个特别的画面，它会把它刚才把那个翅膀给它扇一扇的，对，真的。这这只礼拜三就掉下来，这样啊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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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看，它掉下来是不是？我可以在这边拍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不会，可以拍照。就很行啊，不倒哦，谢谢。哇，你这个话术更好耶。谢谢。谢谢。公鸟在这里，只都在这里。